有人呀，冷不冷？哦，哎呦，呀，你脖子咋弄的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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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咋弄的？再来一次。看你咋跟你也天上了你？老总啊，你看我给你来下菠萝家里剃须的，哎，你看一下啊。看一下他这个胭脂漂亮不漂亮？啊，挺好看的啊。你看哈，他这个倒头还带3D 的辅助倒头，就是你刮胡子的时候，他不卡你的胡子，不卡你的肉。啊。而且他的刀片采用的是德国进口不锈钢的刀片，自带研磨功能，越刮越快，就是把你那软胡子跟硬胡子统统的都给你刮得干干净净的。老公，你看他这个刀头还带梳洗的功能。呀，这我还头一次见。就是你刮完胡子以后，它里边不是有胡渣子吗？啊。你看哈。嗯。来。它这个全身水洗，就是往水里边一扔，看，一扔一翻，看胡渣子是不是就干净了？哇，那你这种水还能用吗？肯定管用呀！你听，你看它这个马达也是非常的强劲，看。哇，那是挺厉害的，那肯定不便宜吧，媳妇儿？不贵，我平时给你买个是不是还要70-80，甚至上百的？这个只需要59.9。哇，那是挺便宜，媳妇儿，你点哪买的？大哥们，现在点你电话链接就可以直接去拍啊！今天59.9，到手一个菠萝家的剃须刀，再送一对正品的刀头，再送一个咱家的高颜值打火机啊！如果说你收到过后不满意、不喜欢这个剃须刀，你给我退回来，这个燃烟打火机你就免费的留下使用哈！来，门口，你快去试试去。是，等咱爸回来再试。咱爸干起来。咱爸啥时候来的呀？都来一下午了，等你一下午了都。你咋不给我送福利？你看你这是哪里？哎呀！哎，爸，妈，你滚，你就这样啊。